非常的高哎，希望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来宾那样。日本人有这么胖吗？杨丞琳偷戳潘玮柏胖，他祈祷要断绝关系。登大陆音乐节演出，曾经合作过偶像剧《不良校花》的好妈吉潘玮柏，恰巧是后面嘉宾。昨天是挺节制的，我昨天下午吃完东西，我就都没有吃了，我就是一直在看外卖里面有什么老友粉、什么螺蛳粉可以吃，就是等着今天晚上要吃。但是看你们身材都维持得很好啊，哎，螺蛳粉的热量非常的高哎，吃完可能会变成下一个来宾那样哎。好朋友偷臭，在社群搞笑会已与杨丞琳断绝关系。隔天两人恰巧又同场活动，杨丞琳欣喜发两人合照，殊不知潘玮柏继续开玩笑，不好意思，经过昨晚的演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，为什么你在我的自拍里？网友也笑说两人不是已经断交了，杨丞琳则回应哄一哄，两人又和好啦。